见千山万水，印象冷暖人生。大家好，我是印象老建筑，这是本溪，在我身后是本溪的太子河。太子河上的这条桥就叫假线桥，在它的桥头有一个依然保存的碉堡，让我们过去看一下。本溪这座大桥叫做沈丹铁路假线桥，它是第一座横跨本溪太子河的铁路桥，始建于1909年。沈丹铁路原称安凤线，北起沈阳市当时的奉天，南到丹东市当时叫安东，全长261公里。这条铁路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掠夺我们东北资源，借口战时军运的需要强行修筑的轻便铁路，后来又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改成宽轨的商业性铁路，全线设有25个停车站，开凿隧道24个，架设了大小桥梁共200多座。1909年，日本关东军设立了铁道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设6个大队，本溪地区为第4大队。这就是目前依然保存在假线桥桥头的当时日本守备队的碉堡。像这样的碉堡当时在安凤铁路线上随处可见，据统计在本溪境内就有碉堡31座，其中火连寨3座、连山关3座、下马塘4座、南分3座、桥头3座、本溪湖3座。碉堡作为一种极具防御性意义的军事建筑，其质量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咱们看这个碉堡，它通体是灌注的砂石水泥，里面肯定还含有钢筋，墙面还做了预制处理，显得非常的平滑。设计口和瞭望口高矮不等，分别设置于整个碉堡的扇形平面上。在这个碉堡的最顶端还有一个铁板铆制的射击塔，犹如当时日本人用的装甲车上面的射击口一样。100多年过去了，据说假线桥现在依然还能使用。这座保存比较完好的碉堡和它上面的钢板制的射击塔能够至今保存完好，据说这里前些年还一直有部队看守。100年风风雨雨，100年斗转星移，假线桥上的堡垒是日本侵华历史的最好见证，让我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绝不让那段耻辱的历史再次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好，我是印象老建筑，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